熊啊。把我当坏人了？我不是坏人，咱们两个是邻居，咱们俩在电梯里见过，有印象吗？你住15楼，我这是17楼，你空姐对不对？我不是坏人。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你记不记得？躺在小区楼底下的那个长椅上睡着了，有印象吗？我过去把你扶起来，后来你吐了我一身，还有印象吗？你真是畜类！哎，小流氓！哎，小流氓！小流氓！小流氓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清楚了，谁乘人之危？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？哎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对你做什么了？我好冤枉呢！我，哎，你哭什么呀？我又没把你怎么样，你哭什么呀？你让人听见了，我。哎，张阿姨，哎，来来来，哎哎哎，你好。哎呀，丽飞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兄妹俩吵架了？你这当哥的不能欺负妹妹啊！哎，路飞，这是你妹妹的衣服，阿姨都洗好了，也烘干了，拿去让妹妹换上吧。哦，谢谢阿姨。昨哪喝了多少酒啊？醉得那么厉害。阿姨给你换衣服的时候啊，那么大的动静，你都没有醒。